哎，媳妇儿，飞机已经落地了哈，太好了。家里边你放心吧，有我呢，我请的年假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两个女儿特别好，现在老大正在教老二学习呢。没有，打什么架呀？现在家里边一片祥和。挂了啊，挂了。怎么了，宝宝？怎么了？啊？不哭，怎么了？跟爸爸说。姐姐坐，姐姐你坐。姐姐你喝水。喝什么水？喝水？让你造个句是怎么造的呀？别哭了。别跟妹妹这样。别哭了。看你干嘛呀？别哭了。爸，辅导不了她，谁的孩子呀？谁自己教？你教你妹妹学习的时候，你那个状态有问题，你要享受这种过程。停，老师说了，做人呐不能贪图享受。老师说的也不一定都对。哎呀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我都没时间了。我跟同学约好了，我们去补习功课去，有书包呢。哦，好好，哎，坐这儿啊，宝宝，你坐这儿啊，爸爸给你姐姐拿书包，在这儿呢，我都给你收拾好了。这会儿去复习啊，跟同学们。哦，水果呢？什么水果啊？我妈每天都给我放点水果。对不起，你说你爸爸这业务也不是很熟。哎呀，哎，闺女，这样。拿几个核桃，好，拿这核桃顶一顶，好不好？盘呐，爸呀，我在你心里还算是个女孩吗？算呢。别人掏出来水果咔咔就吃，我掏出来俩核桃咔咔砸，你觉得合适不？哎呀，是不太合适。这样，大宝，拿这个，奥诺钙用心爱，这个比水果好。行啊。行不？那我学习去了。好。原谅爸爸啊，爸爸业务不是很熟练，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。哎，注意安全，慢点啊。啊。哎呀，姐姐可算走了，爸爸。哎。爸爸，你最好了。还是我们家二宝对爸爸好，亲爸爸一下。哎呀，从来都不熊爸爸，是不是？嗯，宝啊，爸爸想问你个问题，今天因为啥事儿跟姐姐生气啊？造句。哦，造的啥句儿啊？用什么是什么造句？你怎么造的呀？姐姐是一只爱发脾气的老虎。你看，你这个造句造的就有问题。怎么能说姐姐是老虎呢？你应该这么造，你说姐姐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小公举。老师让造句，没让造谣。那个还教你什么了？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你喜欢啥东西？我最喜欢的东西是爸爸。爸爸怎么能是东西？不是，爸爸你不是个东西。爸爸怎么就不是个东西呢？那爸爸你是个东西。爸爸也不是东西。那爸爸你到底是不是东西啊？不是，你来啊，二宝，我跟你讲啊，有的时候啊，因为你小，你不理解，是吧？爸爸得给你讲一下这个语文的精髓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，阿胶，这是东西，对吧？铅笔盒，这是东西，药，这是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爸爸不是个东西。不对，哎呀，你给爸爸绕进去。这样，咱们现在不学语文啊。妈妈说了，说你最大的问题呀是数学。第一道题啊，8+6等于几？四。你是怎么算出来8+6等于4的？8+6还是四个手指头。你看，这个问题就出来了，超过10以上的数字就不能用手指头了，明白不？你看你现在啊，你这个你差了什么知道吗？你把10丢了，4+10是几啊？14。对呀，那么8+6是几呀？14。哎呀，我的宝宝啊，真厉害！爸爸会了。答对了。等一会儿我接个电话啊，妈妈。哎，媳妇儿，我正在教咱们家二宝学数学呢。
啊，速效救心丸已经放到桌子边上了，你放它干什么玩意儿啊？窗户，这都什么天啊，我没事开什么窗户啊？我还告诉你啊，媳妇儿，这你老公不是吹，作为一个威高集团的工程师，你老公我一出手那解决的透透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就要展现一下我的教学成果。来，二宝大声地说，8+6等于几？3。媳妇儿，那个没啥事，你先睡吧啊，你先睡吧。怎么又等于四了呢？爸爸刚才怎么跟你说的？丢了十。8+6等于几？14。对嘛，再巩固一下啊，8+6等于几？14。对了。来啊，咱们进行第二道题。有15个小朋友去参加夏令营，每个人分1个苹果。有6个小朋友没有到，请问应该准备多少个苹果？15个。要审题。你看，有6个小朋友没有来，问要分多少个苹果，那是不是得用15减去6啊？是。对呀，那15减6怎么减呢？对吧，先用5去减6，那5是不是不够？嗯。那是不是得借？是。那跟谁借呀？跟奶奶借。跟奶奶借什么呀？跟奶奶借不用还。谁跟你说的跟奶奶借不用还呢？妈妈说的。以后跟姥姥借，明白不？妈妈说奶奶比姥姥有钱。这倒没错。你这样，以后你要借你跟爸爸借，别跟姥姥奶奶借，听见没？爸爸，你不是没钱吗？爸爸可以跟奶奶要啊。那我直接跟奶奶要呗。那不行，你那是越级，他不得一级一级来吗？是不好，记住啊，5减去6，5不够，那么跟谁借呀？跟10借，对不对？得跟10借。是。那么10减1等于几？9。对了。那么15减6等于几？14。是，刚才那个8+6已经过去了，明白不？现在没有8+6的事了，现在是苹果的事，明白不？15减6，爸爸已经说了，5减6是不是不够？那是不是得跟10借？对吧？10借的话，10减1是几？9。对呀，那么15减6是几？9。对了。宝宝会了。对了，宝宝你太厉害了，15减6等于几？9。对了，那么15减7呢？9。15减8呢？9。15减15呢？9。他没有会。这样啊，爸爸拿出来了15片药啊，爸爸吃了6粒，那么请问现在还剩多少粒药？你数一下还剩多少粒药。爸爸，药不能吃那么多，你会没命的。你不用管我的死活，明白不？爸爸就问你现在还剩几片药。爸爸，你真的不能吃那么多药，你走了我会想你的。好，爸爸不用药行吗？你等一会儿，爸爸先吃2个药。哎呀，爸爸这心脏有点受不了。好，咱现在不用药行吗？咱们换啊，咱们用阿胶行不行？咱们拿出来15个阿胶啊，现在这是不是15个阿胶？是。好，那么现在你吃了6个阿胶，爸爸就问你现在还剩多少阿胶，你数一下还剩多少阿胶。爸爸，我吃不了这么多。不是让你真吃，假吃，明白不？假如你吃了6个阿胶，现在问你还剩多少阿胶。爸爸，我真吃不了这么多。你不用真吃啊，就是假的。好，爸爸吃行不行？爸爸吃，爸爸自音润燥，爸爸吃6个，这个自音润燥，爸爸吃了。现在就问你，爸爸还问你有多少阿胶，多少阿胶？爸爸，你也别吃这么多，这些都是留给妈妈的。
喊的声音大。大哥，大长，咋的了？啥事也没有，什么事也没有啊。大哥呀，我跟你说了，什么事没有。你要出啥事跟我说一声，咱是邻居，别客气呀。我已经说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你去忙吧啊。你喊啥呀？哦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我是不是打扰您休息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辅导孩子作业来着，就是。哦，那我理解，那你这喊声还不够大。那怎么才算大呢？你看我，我都喊不出来了。喂，媳妇儿，还没睡呢？挺好的，挺好，挺好，你放心吧，家里啥事没有啊？没有，就是想你了。嗯，行，行，那没事早点歇着吧。啊，啊，对了，那个。你辛苦了啊，爱你。